朋友走在街上，我口袋里只有1块钱，他只有5毛。我们走在街上能想些什么，无非是想怎样不劳而获，最好能捡到钱不用冒险。然而捡钱是件非常不可能的事，没有守株待兔的意志，偷我们不会抢，还真诚抢谁好命，总得先找个有钱人。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，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，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，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。路边的乞丐向我们伸出了手，乞丐里的碗里的钱比我们多得多，马装什么可怜，我们更可怜。我掏出1块钱对几位乞丐说，来抢我吧，来抢到就是你的，来抢我呀，抢到就是你的，来抢我呀，抢到就是你的。为什么不抢，为什么不抢，为什么不该抢，为什么不该抢。我多么希望，我们多么希望能做出我们敢想不敢做的事，我们敢想不敢做的事。乞讨者从我抢起，乞讨者从我抢起，乞讨者从我抢起，乞讨者从我抢起。给我们一点希望，给我们一点希望，给我们一点希望，给我们一点希望。从我抢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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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我抢起。乞讨者从我抢起，从我抢起，从我抢起。给我一点，给我们一点希望。